小伙伴们注意看，当玩家蛋仔走进商店，就会看到人鱼歌姬赛然很诡异，他从贝壳中爬了出来，开始唱歌。那么此时我们趁人鱼歌姬赛然唱歌时不注意，拿出锤子砸开他圆鼓鼓的肚子。那么人鱼歌姬赛然的肚子里面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？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吗？众所周知，人鱼歌姬赛然已经来到了蛋仔岛。如果你在蛋仔岛中也见过人鱼歌姬赛然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来到蛋仔岛中的每一只蛋仔，他们的肚子中都是装有东西的。比如说来到蛋仔岛中的老鼠太妃，她非常的能吃，圆鼓鼓的肚子中就装了一只大烧鸡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Later. 那么，那我们使用锤子砸开人鱼歌姬赛然圆鼓鼓的肚子后，美人鱼的肚子里面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？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通过切换视角的方法，发现了人鱼歌姬赛然肚子里的东西居然全部都是蓝色海水。所以说，当我们使用锤子砸开人鱼歌姬赛然圆鼓鼓的肚子后，就会看到蓝色的海水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